泰国料理酸酸辣辣甜甜的口感，总能让人食欲大开。三五好友聚餐，或是家庭日上餐馆打打牙祭，金汤匙是个好选择。金汤匙的老板来自泰国，店内的料理口味做的就跟在泰国本地吃的一模一样。酸辣适中的柠檬鱼，香浓可口的黄咖喱炒螃蟹，让人一下住就停不住，多扒了几口饭。再加上椒麻鸡特殊的香脆与酸辣，凉拌青木瓜沙拉的独特风味，更是让人食欲大开。店内的冬印公汤很受欢迎，尝起来又辣又过瘾，有机会可以去试试。